です。はい、有机会了，加油！比那个更快啊！来，最后剩一分25秒，好爽啊，不容易吧？谢谢。刚小燕谈黄子佼心碎对话网全歪喽 ，#一分钟小燕姐打字挑战真不容易。2023年大陆流行科目3舞蹈 challenge K-pop 近期的流行女团的手指舞挑战。那台湾近期流行什么呢？黄子佼 MeToo 风波延烧，师父张小燕先前频频未发声，沦为网民肩霸，而她和友人的对话记录曝光，被网友揪出一大疑点。小燕姐在短短一分钟内打出这一大串文字，超级不科学。在对我说那么多好的话，我觉得他们应该讲的更多。网友创意无极限，纷纷在 Thread 上发起 #一分钟小燕姐打字挑战。接连败北，哭喊一分钟打这么多字很难呢。小燕姐好厉害，1分10秒打完挑战失败，我们小燕姐肯定是语音输入法吧？连网红也跟风发起挑战。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我打完了，1分钟，小燕哥。来，最后剩下1分25秒。小燕姐打字挑战开始。哇，1分半哎！小燕姐打字真的很快。天下第一台布谷鸟，现在要来挑战1分钟小燕姐打字大赛。网友们真的越来越有才，非常会抓重点。#一分钟小燕姐打字挑战，你试过了吗？有，再见，再见，祝福你永远快乐。